他为我办的呢带来这首《凤阳花鼓》。你都知道呢，中国有武林高士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！叫我比这个少林寺的武功呢，我绝对比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练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不过呢，我们今天在快乐伙伴当中呢，带来这首练武功哦。它这个舞呢，不是武器的舞，是跳舞的舞，都是一群美娇娘。它不但呢舞跳得好，而且呢跳得出来，让人家淋漓尽致。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快乐伙伴们带来这首练武功，欢迎快乐伙伴请，谢谢。练武功。Thank you.